阿轩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，不是在临川我们成婚的时候，而是在这里。临川自百年前与硕云有短暂的联姻后，再未与外族通婚过。你我婚事定下后，族内其实是反对的。 但我还是偷偷来了永昭，想看一看这个永昭的公主，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。可进城不久便水土不服，误打误撞进了这间医馆。却不想，就在这间医馆，我看到了你。那时，你正巧救下了一个路边受伤的女孩，用一只指着的小鸟。 逗她幻想。原来，我们的初遇是在那个时候。一转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3年前我就知道了小石榴的存在，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应该尽的责任。 你帮他戴上吧。他还没有取名字呢，你是他阿爹，要不要给他取一下名字？小石榴。小石榴。与你重逢之后。 也一直让你受到伤害，没有做到一个丈夫保护妻子的义务，这可是你的错。只要我们夫妻一心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等你的伤好些了。 我就去取回书信，若是书信真的可以复苏神兽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带着小石榴一起回临川了。我知道。 他是为了看小石榴才来医馆的，可不是从何时起，我开始期待他出现在这院子里。娘亲，我将来也学你治病救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叔叔。嗯，小石榴。你来了。 你收回去吧，我不需要这些。我没有旁的意思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表姐将小石榴托付给我，我照顾她是理所应当的。若你真要给的话，那不如换些药材给我们医馆。也好，这个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连理疏破，可治百病。我原以为小石榴病重才带过来，现在小石榴病好了，你就留着吧。医馆病人多，兴许能用上。
该走了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无妨，有话直说。你下回何时再来？暂时还不太清楚。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是小石榴问我，你为何总是在夜里出现？他想与你一同吃顿饭，当然，你不愿意也没关系。好，下回我早些来，陪他吃饭。好，我等你。你和我都一样，在他们生命里出现的晚了一步。其实根本不是出现的早或者出现的晚的问题，而是他的视线从未在我身上停留过。你说的对，根本不是什么早或者晚的问题，我早该意识到的。我是曾对他动过心，可他带着表姐出现在我面前那一刻，我明白我只是表姐的妹妹而已。哎呀，天底下又不止贺连熙一个男人。就是，这世上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。你下次打我轻点。当然，漂亮姑娘也多的是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你父亲的眼睛我可以想办法治治。你来治？怎么，不相信我的医术？你们说云那一关治不好，可不代表我也不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自然是信得过，只是我原先以为你讨厌我来着。我是大夫，就算再讨厌的人生了病也得救，况且我也不讨厌你，这个人还是能交朋友的。放心了吧，这些伤好的都快差不多了，今日也没有新增的伤口。得尽快取出凤吟体内的书信，解除你们之间的结定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怎么会和凤吟因为书信而结底？明明我当初跟神书都未结印成功。许是从前在临川你护过神书一次，缘分所致，在你未知时神书与你结印成功，也是因为结印的关系，在你启用连理奉献之力后，神书便以此还恩，护住了你的性命。我护住神书？表姐请进。表姐，你身上的伤该换药了。好，你先换药，我去看看炉子上的药熬得怎么样了。嗯，阿英，有劳你了，客气了。
表姐，这……表姐后背旧伤让我陆航生气了，他到底受了什么伤？表姐，你身上的伤再上两回药就好了，我不会让你留疤的。知道我们石英大夫医术最厉害了。傅云，你换好药了吗？换好了，你进来吧。小石榴，你要是真的关心姨姨，就大大方方的告诉她，她知道了会很开心的，知道吗？嗯。去吧。石榴。姨姨，你是不是很痛？我给你呼呼。石榴，你娘亲给姨姨上了药。姨姨就不疼了。嗯。小石榴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其实姨姨才是你真正……阿英，我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拿一些吃的。嗯。好，我去拿。亲一定会把姨姨治好的。对啊，十月的娘亲医术最高明了。什么？凤元之所以会受伤，是因为跟凤姨那个贱人的血亲关系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。贺连心，这回我必须跟你一同去找凤英取树心，一旦凤英跟他的结底解除，我立刻取了他的狗命。不行，取树心这件事情得等凤英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之后与我一同前去。为何？凤英一介女子还能帮你对付凤英不成？照凤英与凤英的结底程度来看，凤英与树心已经完全相融，我怕若从凤吟体内强行取回，阿渊会受到影响。我明白了，看来这一次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了。自从我和阿渊来到永昭，一桩桩事情接踵而来，多亏了你在医馆帮我们照顾小石榴，多谢了。都是兄弟还说什么谢啊，你女儿就是我女儿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，尽管提。说到帮忙，我还真有件事情需要拜托你。我听阿渊说，你之前一直帮他搜罗各种簪子，这只琵琶簪，你可有见过？姑父，世子，阿庆特来感谢二位救命之恩。陛下乃永昭君王，何必行如此大礼？当初我罔顾皇祖父之言，以孩童心性，心软将父亲放出，酿成大错，害了林川。你无需自责。当年还是多亏了你，把阿渊将小石榴送到医馆来，救了他的性命。是啊，你爹道德沦丧，泯灭人性，但与你无关啊。哎，贺连心，这簪子图我先收着。让阿生帮忙找一下。好。世子哥哥，这簪子图能不能让我看看？这簪子似乎在哪儿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。这是姑娘家带的东西，你小小年纪能在哪儿见过啊？你能见到这簪子的地方
多半是宫女。只是觉着，殿下愈发……愈发什么？愈发与你那个妹妹凤渊长得相似了。真不愧是亲兄妹。行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殿下可不要忘了对花娥的承诺，你是永诏的王，我是永诏的王后。有件事忘了告知殿下，您的儿子毕竟是当朝的君王，如今他失踪了，这朝臣们可是没那么好糊弄的，再没个交代，恐怕这王城可要出乱子了。好，那姑就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花娥等着陛下的好消息。就算你身份不假，真是当年的大殿下，也不过是一个出身低贱的武姬之子，永诏君王之位怎能落入一个？还有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有事情要打扰了。少主、少夫人，王宫宫变了。什么情况？凤吟先生早朝宣布陛下恶疾缠身，拿了禅位诏书，有朝臣不信要验诏书，被他当朝杀了，如今正悬挂在城墙外。你先别告诉阿青，这段日子他承受了本不该这个年龄承受的一切。少夫人放心，秦桑明白。